卢台长你好，你好，我帮一个同学问哦，他是57年属鸡的，男的女的？男的，想问什么讲啊？看他有没有灵性身体。哦，他这个出毛病了，经常自言自语。哦，他晚上睡不着吗？啊，自言自语啊。哦，身上有灵性，听得懂吗？等等，修。是。他说什么话的？他说白话的。白话佛法是我说的。他说什么语言？他说海风话。本地话，香港话。啊，广东话，广东话。广东话，广东话。对。啊，你跟他讲啊。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他现在身上有一个灵性，啊、像一个动物，在他身上、哦，所以经常让他跳啊跳啊，哦、啊走起路来像跳一样，哦、一个跳鬼啊、哦，在他身上、哦。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杀过一个很大的动物，有没有啊？上面，他说你好像是刚杀了个动物啊，有无？